我是吉儿，台湾第一个拿到零恐惧训练证照的行为諮商师。从2017年创立贴心毛宝之后，我帮助了超过150个家庭解决养猫遇到的问题。我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我跟猫咪之间的故事，在我养猫二十几年来，有非常多的猫咪送给我很深刻的启发。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故事，让你也有收获。这本书有两个最大的特色，第一个是零压力，我分享了很多帮助猫咪减压的技巧，还有改善猫咪乱尿、乱大便、过度理毛、挑食、打架、咬人等等的问题。这些技巧可以帮助你减轻养猫的压力，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去摸索什么方法比较有用，你会觉得养猫更轻松一点。第二个特色是零恐惧，很多猫在接受照顾和医疗的时候，常常会觉得很抗拒，他们可能会很挣扎，会逃跑，可能会躲起来，甚至会攻击爸妈。也有很多猫咪非常害怕出门，所以看医生就非常的抓狂。我在这本书里面用非常简单的方法解释猫咪行为学，让你了解猫为什么会害怕这些事情。我也分享很多我自己设计的零恐惧医疗训练技巧，猫咪以后就不会再害怕这些事。你在照顾猫的时候也可以比较放心一点，不用怕会吓到猫。另外我也写了很多贴心毛宝成功的经典案例故事，教你怎么样实际去应用这些技巧，也让你去了解我平常是怎么解决问题，怎么带爸妈做猫行为改善和諮商。我想要透过这本书让你知道，如果在养猫的时候遇到问题，透过猫咪行为学，其实可以更快也更有系统的解决问题。在学会这些技能之后呢，你的猫会更健康、更快乐，你跟猫之间的感情也会更好，你会更常觉得养猫非常的轻松、很疗愈，人跟猫的生活都会更开心哦。